我们是河南瑞牧农牧有限公司，我是这边负责生产经理李东青。我们公司主要是从事不锈钢产品的加工，像 M 槽、圆弧通槽、双面料槽、母猪槽，还有一些小盒子、四维器，所有的管制不锈钢管。我们碳钢这一块主要是做一些围栏，还有一些围栏的配件。从生产到建设完整，全部是我们在做。畜牧行业的排名嘛，我们在整个中国排名前三，基本上合作的是上市公司的，像新希望啦、牧原啦、大牧人啦，然后还有一些四川泥腿，包括新疆这边的，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有。客户信任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产品啊、品质啊交过去基本上都是廉价产品，我们有专业的研发团队，生产能力，我们公司的设备啊这一块都是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。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交期是非常关键，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快速建厂的，它交期都是非常紧，都是在争分夺秒的在做这些事情，所以能先做一步先走一步，你就是说你的产量会翻一番。我们的月产能现在是每个月在6000万左右，设备这一块还是在国内也算是相当比较充足。铅板的这一块有十几台，然后铅管的也有5-6台，还有折弯机这一块有15台左右，还有一些弯管机啦、冲压机啦、油压机啦，一系列的设备，就是完全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。我们就做到，就是说今天下单，明天发货。我们最初的时候是用的是国外的设备，但是国外的设备价格比较昂贵，维修成本是非常高的。我们是去年8月初购买了红杉激光，有4台那个铅板机，包括一台6000瓦的大功率机器，还有一台铅管机。然后到11月份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生产已经超负荷了，然后我们又购买了5台红杉的铅板机，还有3台铅管机，在河北的丰厂还同时购买了。有5台红杉的激光机，有这个自动上下料，第一减少人工的成本，你这样一放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加工的，效率会翻一番，包括品质啦、毛刺这一块也做得非常到位，性能各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，各方面啦、维修啦、售后啦都非常到位，操作易懂好上手，售后人员也非常及时。因为有了这个红杉激光嘛，我们的订单基本上都是翻一番的。我们最初的定的就是说年产值是在3亿，但是就算现在就是说陆陆续续的订单达到5亿到6亿一年的产值。我们的设备多，所以说好多就是慕名而来的，上门找我们加工的东西特别多。先保证品质，然后让客户满意，要做一些调配。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做这个畜牧行业，我们要转型，所有的和不锈钢挂钩的东西我们都要去生产，包括我们的技术人员，然后做一些国外进口的，像华为啦、富士康呀，这些就是高端产品，我们的后续都要去做，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到全国第一。